风翻盘，向阳而生，欢迎各位来到由我们的腾讯视频和酷狗音乐联合为大家主办的创造101女团创始人见面会的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郭涛，各位久等了，耶！创始人你们好。好，今天晚上我很幸运，应该就是目前为止在台上唯一可以站在这儿的男孩子。今天是我们的全国22强新鲜出炉的一场见面会，而且也是第一次我们创造101的女团们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近距离的见面。各位期待吗？喊出你想见的人的名字。好，都在身后，稍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跟大家一一进行。那在这里呢，首先要跟大家感谢的是我们的腾讯视频和酷狗音乐。酷狗音乐就是歌多，酷狗直播就是歌手多，想听你们喜欢小姐姐的歌就要去酷狗音乐。所以接下来各位，今天我们的创始人见面会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所以今天各位台上台下我们会近距离的互动，当然今天呢我们在台上的全国22强也会分成4组，你们已经分组完成了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各位，我们先让我们的4个组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你们想好团名组名了吗？想好了，我们用组名来打招呼好不好？来，从这边开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红色高跟鞋组。第二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你麻烦不如我麻烦。哦，这是个组名啊。是的，你麻烦不如我麻烦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三组。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木兰青团。 OK， 接下来第四组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你的那道光。好了，4个组就跟大家见面了，今天马上要把你们请上舞台喽。 OK 准备好了吗？ OK， 所以接下来我来喊开始，我们选择2位我们创始人来到舞台，你们一起喊3、2、1挺就可以。有请我们的姚碧老师，准备好哦，我喊3、2、1开始时候就要开始寻找人群了。来，3、2、1开始。这边其实能看到哦。2、1停。好，哪一位？哦，哪一位？这一位。 OK， 来，接下来再选择一位，你这边吧，撒念你来吧。好，3、2，我喊开始你喊停啊。姚碧老师，3、2、1开始。尖叫声大一点好吗？老师都去找你们。3、2、1停。哪一位？哎，刚好。哎，云呀，你们干嘛一起？好，这一位。OK， 来，我来介绍一下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台中间有一个立杆已经立好了，并且呢，在我的这一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道具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酷狗超级 K 歌机。这个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一大段口播要跟大家介绍。它的优秀之处在哪里呢？酷狗超级 K 歌机是一款家庭娱乐的一体机，能够满足客厅、K 歌、户外等玩乐场景的需求，有着超大的屏幕，还有着超大的曲库，超多的玩法。你的歌单有多深，酷狗超级 K 歌机的曲库就有多大。接下来，来，两位创始人感受了这个在小姐姐当中的感觉了吧？来，一步到这一边来。好了，4组已经分好了，接下来两位呢要进行一次表演。他们怎么表演呢？一位要准备满口含着棉花糖，然后呢戴起耳机哼出一首歌，另外一位来用你的肢体告诉他们是什么歌。4个组来抢歌，谁抢的歌的正确率最高，谁就可以首先来决定出场。你来肢体表演是吧？表演。来，各位戴起耳机，你来冲他们表演，他来哼唱，然后来抢答。 OK， 明白喽。好了，接下来第一首歌开始。你们不能看屏幕，只能看他。快抢。我要初恋了。你确定吗？我爱你，你爱我。高
后秋子一脸疑惑，就像是第一次。你确定高秋子有不同答案吗？是默默走过去葛爱晴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来，我们听一听正确答案是不是我又初恋了。我爱你，你爱我。 OK。好，积一分哦，你们积一分了，已经积一分了。接下来准备好第二首歌，这是一首你们导师的歌，猜不出来不对哦。他很嗨，猜错减分。三林什么歌？拿到麦就要报出歌名，什么歌？三二，强东也知道，来，强一。再来哼，再来哼，硬 Q 可还行？撑腰吗？什么歌？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！你要看他的动作，看他的动，他在干嘛？下来了下来了。接着哼，接着哼。是个英文，两个英文单词组成的一首歌。想想你们的导师。再提醒一下，是舞蹈导师的歌。Just a Dance。是吗？确定吗？来听一下，一博老师的，王一博的歌。哎好了 OK， 你们组积一分哦。看动作，他的动作还吵我，还吵我，确定吗？是不是这首歌？来听，牙都磕没了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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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，海草。好，哎呦，总算抢对一首啊！好了，积一分，接下来继续下一首。这个太难了，嘛。抒情歌曲，抒情歌曲。你的去爱，可是你五月天的后来。后来，后来，哎，不是不是不是五月天的，是刘若英的，不是五月天的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，后来是吧 ？OK， 是不是？来听，刘若英版本，你们要拿我一样了来说，好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。三林又抢对一首，接下来下一首。哦，这一首你们唱过，并且呢是导师的歌。看动作，看动作。撑腰，撑腰，撑腰。哎，你们两个是同一组的，是不是？撑腰，一起来听。Party boy 知道，兄弟为你撑腰。OK， 哦，厉害哦，你们四分了吧，差不多。有四分了，接着再来下一首。这一首也很红。他的英文名叫做 Nothing， 想想中文该怎么翻译。四个字的，提醒你们，啥都没有。什么？四个字，空。Nothing 就是空，空空空如也，是吗？确定吗？砰砰砰砰砰过了一年，来听一下，是不是空空如也？砰砰砰砰砰过了一年。OK， 大家学对了。好，继续下一首。好，这是一首对唱歌曲，而且特别希望在夏天实现它的这个名字。什么歌？三二一，宁夏。你不对。接着来。小酒窝。不对。长睫毛。不对。两个字的什么人鱼？什么晴天？不对。凉凉。是凉凉吗？凉凉月色也成河。啦啦啦啦啦，来听是不是凉凉。凉凉好，恭喜菊姐又赢得一分。下一首。好，
好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导师的歌，我再提醒你们，是音乐、是音乐总监的歌。你吻别不对，不要乱猜，死你！三二一，哎，不是，下一个。我的全拿走，不是，快三。红颜不对，三二一，下一位。男人 KTV， 老师，我刚刚唱的不是男人 KTV。你再哼一哼，是不是这一首来听？这两首歌。OK。所以是谁唱？刘仁宇是你是你想到的是吧？迪迪先说的，对了。好，那就给他们一分哦，迪迪一分。好，已经时间到了 ，OK， 好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成绩。我们从高的来说好了。木兰说你们答对了四题。耶。OK， 所以你们是冠军。然后呢，我们。